这个我跟调酒的这个故事啊，是从6年前啊，那在一个创世基金会的公益活动，那我跟当时的新闻处处长，就现在的管委员管碧玲委员去参加，那看到这个调酒的小朋友年轻人在玩，而且就很好奇。那后来跟这个郭理事长跟谢教练那么谈了以后，我非常感动哈、哦，就是他们放弃很高的报酬，然后跟一些年轻人也开始这样的一个活动。那我在感动之余哈、哦，我那个时候哈、哦、动用第一笔义变金来支持他们参加比赛啊，支持他们举办比赛啊。那到现在这样就是6年了。那这6年，当时的小朋友，16、17岁，现在好像刚才听郭理事长讲，都已经有的当兵了哈，有的已经教练了我们这个调酒的社团哈，从南部，从高雄变成南部，现在到北部了哈，那很多当时的那些本来是中州生的小朋友，现在变成教练了啊，非常圆满的一个故事，也非常感动的故事哈，对我来讲哈。非常感动。我要去做院长的时候，他们每一个人都签名啊，给我做这个贺卡，祝贺给我啊。我这个东西还放在我的宿舍啊，贴在我的宿舍里面啊，很感动啊。这个是我在高雄市长任内啊，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啊。那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呢，是我们台湾支持的故事，台湾啊这个。从困境中奋斗的一个故事，那么我非常觉得很容易啊，跟大家共享这个故事。那我有承诺啊，我现在当行政院长啊，我还可以帮助更多啊。将来这个花式调酒的任何活动跟比赛，不但高雄市支持，行政院也全力支持啊。行政院，那我们也。希望啊，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台湾能够走出去，让世界能够走进来，啊，那么，我们很难得在全世界的这个组织里面啊，我们是以台湾啊来加入这样的一个世界组织，而我们的国籍啊，可以在这个会籍里面，啊，这是非常难得的哈，我们是应该珍惜的哈，所以。我们祝这一个活动大会成功，每一个选手都有很好的表现哈、哦。大家不要看他们表现，这个有时候瓶子也会掉下来啊、哦。但是大家知道啊，台上啊1分钟啊，台下10年功啊。要表演1分钟10分钟，要练非常久啊、哦。我自己也就是练一下，瓶子破了那就会受伤哦，不是很容易的啊。那所以我们大家。不吝啬给他们讲掌声哈，等一下啊，等选手们加油，祝大家都有很好的表现哈，谢谢大家哈，那也谢谢各位的贵宾哈，这个 Thank you guests, have you a nice stay here in 高雄 ，nice stay here in 台湾，谢谢。谢谢院长，院长请留步，请留步，献花。亚洲杯第一名林雨涵，第5位。
调酒协会有今天全都是因为院长的大力支持，如果没有院长就没有今天这些优异的国手。院长，我们感谢您，爱戴您，您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英雄。